你别磨叽啊，我都跟人家约好了过来陪你看车，这都到门口了，走走走走。哎，我不想要车。那你想要别的也行啊，你想要啥？什么都不想要，真的。那不行，吃饭吧，行吗？饿了，吃饭去吧。买完再吃，走走走走。你别闹，你别闹。谁跟你闹了？哎呀，我真不要。看完再说，走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来有点晚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在拍我吗？拍着呢，拍着，能拍吗？可以的，李总交代过了，让我带你看车的。哎，好好好，那咱。来，这边请。哎，谢谢谢，走走走走。走。这台跑车，白色外观，红色内饰，非常漂亮的。咋，这个不喜欢啊？啊？我看着有点小，我也不太喜欢这个。这辆车是适合女孩开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啊，行行。这太小了，这你腿长，腿都搁不下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有没有大点的？再看看。刚好我们回来一个大 G， 我带你看一下。哎，行了，走走走，走啊，走走走。哎呦，这个行，这个行，这个好，我觉得这个适合你，是吧？这个特别适合女孩开的，非常酷，非常帅气的。对对对，咋样？喜欢不喜欢？我不喜欢。啊？我不喜欢。啊，你听到没？他说不喜欢，那就是喜欢。哎呀，行，那就他了。今天能上牌吗？今天上不了了，时间来不及。哦，那明天呢？明天可以，今天交全款，明天可以上牌。啊，行，那走吧，咱走吧。定了吗？啊，那还有其他别的流程吗？确定我要跟你签合同了。啊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加了。啊。咋了？啊？有话呢，不好意思，你稍等一下。咋了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这不送你礼物吗？不是你，你现在太冲动了，你这让我感觉我都不认识你。我没冲动，我也没变，我就是想对你好。哎，走吧，在哪边？哎，这边请。哎，好好好。想啥呢，在这？那个钱我都交完了，一会儿你签个字就行啊。咋的了？不高兴啊？没有啊。啊，那个，人家说送咱一个车衣，一会儿你过去挑一挑。还有这个，我再交代你两句啊，开车跟别的事儿不太一样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现在路上车太多了，别让我惦记你，记住没？你对我好像又报答我。啊？我说你对我好，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亏欠我，想报答我，还是因为别的？我那个老哥，我已经穿好了，你看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我这没啥问题。那雨欣，你看你那有没有问题？你先穿上。不是你。那我签吧，我签，签哪儿啊？安插地方。哎。车收拾好，帮我送过去吧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。雨欣，哎，多好几天了，电话也不接。李雨欣，李雨欣，哎，跑啥呀？李雨欣，你还跑？跑哪儿？往哪儿跑？谁跑？你是不是躲我呀？没躲你。你没躲我，这两天咋不理我呀？我得上课啊，你有事儿啊？你。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？温柔一点。哎哎，有事儿，有事儿，有事儿。我那个，我车给你整好了，我过来给你送车。我不要。你看你说话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雨欣，这是你男朋友啊？对你这么好？啊，同学是吧？啊，同学好，同学好。哎，你们准备上哪儿啊？啊，那我们准备去吃饭，要不咱一起？哎，行啊，行，那正好碰见了，我请你们吃饭吗？走吧。走走走，你挺自然熟啊。没有，这不是你同学吗？你跟我过来。啊？过来。那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啊。咋的了？你怎么开车来了？那我也不能跑过来呀、啊。我意思是，你有见我，你别开这种车。不是，这车咋的了？不就一个代步的吗？啊？路上同学这么多，指不定别人咋说我呢。谁能说你啊？那别人想咋说就咋说，这本来就给你准备，你开就行了，啊？要不然你俩
先聊，我们先去吃饭。没事，一会儿一起吧，这马上聊。不了不了，不打扰你们俩了。哦，哎，拜拜拜拜，改天啊，改天请你们吃饭啊。哎，人真好。哎，不提我干啥呀？你跟人家熟啊？不熟啊。不熟你请人家吃饭？那不同学吗？我想着。想啥呀？你想啥呀？我啥也没想，啥也没想。哎，哎，你看这车咋样啊？都给你收拾好了。对了，还有油卡。你等一下。啊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行啊，说呗。我现在真的不需要这些，你这样让我觉得太突然了，我不习惯。那就慢慢习惯呗。啊，我不是突然，也不是冲动。你看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只有你在我身边。那我现在条件好一点了，我就想对你好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。你能明白吧？就只要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也是送给你，咋样？可爱吧？啊？你对我好，是因为曾经我对你好，你想回报我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差不多吧。那你对我好，我肯定要报答你啊，对不对？咋的了？可是对一个人好是不图回报的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连饭钱都没有，更没想到你会有今天，像做梦一样。你能好起来，我特别特别开心，真的。这个我就收下了，车你开回去吧。雨欣，我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不知不觉地对他好，没有目的。像风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。哎，不接了。你走在这儿，家乐，走进去啊，都等着你呢。哎，好好好，走走走走，好走。不用紧张，都是自己人。嗯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嘉乐，咱的好兄弟，虽然很年轻，但是很靠谱。以后我不在公司了，嘉乐就代表我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。简单句。啊，行。那首先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，那在座的呢都是我前辈。以后需要向大家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，那就免不了麻烦大家了。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就多担待吧。及时指出我，及时改正，好吧？就这样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一定支持公众。哎，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嘉乐很谦虚嘛，平时李总在我们面前没少提起你。啊，哥，这位，人是杜总。啊，杜哥好，杜哥好，杜哥好，兄弟，不用客气啊，都是自家兄弟、哎。今天咱们只聊感情，不谈工作。好，李总这么信任你，我们肯定没问题。没力支持。哎，好，谢谢。那我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多的话就不说了啊，咱都是自己人。我这样，我先敬大家一个，敞着、啊，谢谢。来，动快，哎，好，好，来。你就别问，闲的呀。哥，你今天让来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是，以后公司就拜托给大家吧，我可以好好歇一歇了。哥，你要出门啊？你嫂子天天说没时间去陪她，刚好这次呢，我带她好好转一转。机票订好了。啊。也是得歇一歇了。行，哥，你就陪嫂子好好玩两天。公司有我，还有这帮老哥哥啊，放心吧，绝对没问题啊。是啊，到了咱们的年纪，什么都没有家庭工作，船无论怎么飘，总得靠港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以后就辛苦大家了，我就去陪媳妇儿了。李总是准备要三胎了，是吧？这事儿你不由得我，听媳妇儿的。假的，真假的。啊？真假？
我还没那个，我早着呢。那真好，公司就交给你了。攒几个之前，咱利用学习学习，回家多陪陪媳妇儿。我觉得说的没有。大家可以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哥，我出去回个电话。好的。我上厕所了，上厕所。刚才有点事儿，咋的了？如果你吃饭了没？不小心做多了，倒了也浪费。我发现你就不会好好说话，是不是？啊？你问我，那在哪儿呢？哦，来几个朋友，在外边应酬呢，就下来给你回个电话。你咋又喝酒？这每次喝完不难受还喝，一点都不长记性。哎，就一点，放心吧，没事儿啊。反正男主是你也不是我。哼哼，哎，要不我忙完去找你啊？找我干啥呀？我想见你。想见我的人多了，你想见就见。我发现没。二哥，我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。谁呀？啊，雨欣。啊，雨欣啊。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咱俩跟我在一块儿，放心吧。这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挂了啊。你少喝点酒啊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啊。你小子啊，抽空有时间，忙归忙，赶紧把婚结了。啊？雨欣挺适合你的。不是，人家还小，上学呢，哥。真笨啊！一会儿多喝两杯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慢点，哥，慢点啊。开心啊，哥，开心。开心开心开心。今天没喝尽兴。改天咱们再约，我安排时间。没问题，哥，没问题。好，行，车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。好，到家给弟弟报个平安。好，好吧，哥。哎，好。好，慢点，哥，慢点，哥。好，小飞，送一下，送一下。拜拜啊，哥。没事吧，哥？要不让小飞先送你回去？哎呀，让我醒醒酒，不然你嫂子有点说我了。行，小飞，你拿两瓶水啊。哎，你也喝点水吧，哥。行，跟了李总这么长时间，唯独见他怕嫂子。你没事吧，哥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小飞，你现在成家了吗？我还没呢，我打算买完房之后再说。不像哥你遇见雨欣姐这么好的女孩，我现在一个人挺好。那趁着年轻，你抓紧找一个呀。平时忙，也不认识什么女孩。再忙也不能耽误人生大事，你可以试试新域。啥是新域啊？就这个专门找对象的，里边都是咱附近的单身美女，身材长相要啥有啥，温柔贤惠、大方懂事的多的是，都是真心找对象的。而且资料真实，照片也是真人认证的，身高、年龄、工作情况都写着呢，挺靠谱。有相中的直接就能聊，而且还能一对一视频聊天。就我。不太会聊天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上面女孩都特别热情。你看我刚上线没一会儿，这十几个给我打招呼了。你看，现在点我左下角，直接就能聊，就适合你这种性格内向的。行，哥，我回去就看看。行，趁着年轻，抓紧找一个。嗯，别像我似的，真等到我这个年纪，有些事儿就没那么纯粹了。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，你就记着，一个人再好，都好不过两个人。嗯嗯，行了，给咱哥送回去吧。啊，哎，你不走吗，哥？没事，我一会儿自己溜达溜达。你走吧，走吧。那我撤了，哥。行，你开车慢点啊。好。喂。忙完了。啊，忙完了。喝多了？没有。那你打电话有事？我就是想听听你声音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我就是想谢谢你。我要是没有别的想跟我说的吗？有啊，有。你说吧。
就是我要是我结婚你会参加吗？喂喂，我说这个干啥？交换一件事物。